侯市长其实是警察出身嘛，那 我家人其实也是警察，所以看到侯市长就特别的有亲切感。哦，那我前两天呢滑手机的时候滑 FB 说，哎，看到这个董事长开讲的活动，那我就决定赶快报名了，然后顺便订了机票和饭店。其实我是从澎湖过来的。哇，不容易耶！从澎湖，你今天飞过来吗？对，今天飞过来的。所以你有什么心愿没有？其实我是也是19岁的一个大学生啊。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侯市长？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侯市长的真诚啊，希望和善良。那今天当然来听这个演讲，我也希望说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和我们未来的侯总统合照。陈同学，哎呀，厉害，脱口罩！哇，等一下，那个什么，什么字？这边有来了。从澎湖来的，上面写的什么字？高票当选吗？高票当选吗？高票当选。陈同学还从这个澎湖过来，然后自己还自备了一个高票当选的，这个算春联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带礼物给人家。没关系，可以候补，可以候补。好，哇，陈同学真的很不容易。你说你爸爸也是警察，是不是？这个谁写的？写这么漂亮？林志宇写的。写得很漂亮，真的很棒，陈同学，我可以问一下吗？你亲眼看到侯市长，跟你想象中的一不一样？一直都是想象中那么的善良。谢谢。一直都是想象中这么善良，那你要不要抱他一下？来抱一下。好，19岁的侯这个陈同学哦，跟我们的侯市长来。我今天给你收起来。今天给收起来。收起来哦，按着礼物候补哈。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过来照起来，拍摄，这边哦，感谢哈。陈同学，你还没有这个投票权吗？哈，明天就有了，好，明天就有了。你要元月13号出生。OK， 好，谢谢同学，请回座。好，谢谢侯市长。我是一个常常做代志的侯友宜。是的，好好做代志的侯友宜。有人跟我开玩笑讲。伊咧讲好好做代志，那就好好 GPT。好好 GPT 是啥？是人工智慧，未来可能当取代医生、律师，啊，甚至头一个记者。我哪有这老啦？好好做代志，有人讲啊，你安尼讲唔对呢？我想讲，我对细汉互教，教着讲，咱做代志认真打拼，好好啊做，做对的代志，把代志做好，这毋是咱基本的条件吗？这毋是咱基本的条件？好好做代志是对唔对？足侪人有足感觉的，民进党有好好啊做代志无？无，好好啊做代志无？无，伊连好好啊做代志都做袂到，好好啊做代志都做袂到啦。高房价、低薪资是年轻人最大的痛苦。你阿里的大房到即摆咧有效果无？无。年轻人的薪资很低，薪水的增加永远比不上通货膨胀。秉公一句，2025挥合家园，地垫20%，时间要到啊！确定跳票，做袂到。
有哪样代志，搁我一本机，就做我一汤匙。代志做讲一本机，还着做一汤匙尔？你着做袂到，你老人做袂到，着讲好清楚。企业有缺，人民缺蛋，疫情危机的时候缺疫苗，政府爱解决人民的问题，政府爱做好准备，欠东欠西，上欠的就是好好做代志。民进党都要拍乌金，拍来拍去，愈拍愈济。讲要反贪污，这个呢，贪污挂锅夜神，一人得道，鸡犬的升天，有关系，都是无关系，甚至还接受诈骗集团的金钱。可恶！这种利益在眼前。相中呀，都要拼市民经济啦！哦，市民经济会带有一个希望甲未来啦。结果呢，大家都看袂到，善良人愈善愈多，到解决市民经济问题，就是无嘛，就是你无好好做代志。你若无好好做代志，我侯友宜来好好做代志，让侯友宜来好好做代志。我是一个平凡，怎啊卡？菜几点啊？的囡啊？对一个乡书，做啊警政署长，来做副市长，来做市长。我讲足感恩的。我有一堆的团队伙伴，大市民朋友来搞收听，我很喜欢。我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团结中华民国，团结中华民国，更要繁荣国家。这个国家，中华民国。也是要让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人，不要让爱不爱台湾来操弄，制造更多的对立，留下新时代的演变。对战争的恐惧，永远赶不走对和平的希望。对战争的恐惧。永远赶不走对和平的希望，维持区域稳定，追求和平，是我们生命中共同的价值。我们已经做好准备，回应民心思变、政党轮替的声音。未来我将在所有行程当中，拿出符合台湾的做法，顺应世界潮流，让我们把对的事情做好，赢回人民对政府的信心。繁荣和平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赢得民主自由、和平安定、繁荣永续的未来，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特别借今天，我用一句话：逆境坚定力，风雨新信心。逆境坚定力，风雨新信心。逆境坚定力，风雨新信心。我们只有一个信念，让我们的国家，让我们找回中华民国的美，找回台湾人的好，
让正常伦理找回我们下一代共同的希望和未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